久的一个午后，沙漠里下起了夏季来临的第一场雨，这标志着雨季的开始。突然的阵雨过后，路面上被雨水冲刷出了大量的白色泡沫，这可能是长期的高温和暴晒晒出的油或是化学物质。车一路驶过，像是在冲浪，但其实海还是有点远。